他有，他去敌总那边了，敌总集装箱，倒了一个，倒了一个，集装箱还有，倒两个，集装箱还有一个，敌总，你的集装箱里面有一个人，哎，有个人在砍你，仓里面，仓里面，敌总，左边，仓左，进去仓左打天枪，他在里面救人了，进去仓左，牛逼，死，牛逼，我操，亲家。 声音很大，亲家。哈哈哈，声音很大。对，怎么可能哦？天哪！哎，这个人右边倒了一个，右边倒了一个。封烟了。我脸上房子，补了。我脸上房子，亲家。我跟你说。 我想打，需要你，现在，刚才怎么救的你？OK。妈了个臭逼的！哎，围墙。死。Nice。我操，你小枪还挺好用。好用，我跟你说。小枪。后面来着，走。听我走，走。我操，完了。救救救！救烟。打了一个，没事。 这个在我右边，什么东西扔过来了？我懂。老板，听不着，听不着，听不着。我懂。懂不懂？懂不懂？真懂，真懂，真懂。OK。我你妈！我你妈呀！那个老六，他好像是个 AWM 他说我是老六，他这个妹妹，他说我是老六，他溜的我。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，我被打惨了，被打惨了，被打惨了。 别急，我先扣个人头，扣个人头，倒一个死一个，死一个，死一个，然后别急，我打个药，我打个药，你先别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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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死了死了，死了死了死了。我操！我死了！倒一个倒一个。哇，这雷，难道说？哎呦！好吧，他们不懂我，是吧？然后你看，我直接跑到他们的地方，他们想不到，他们能懂我在这吗？他们肯定不懂啊！然后他们直接过马路。